我諗大家都知道咧，英文咧就係國際語言嚟。咁但係咧，音樂都係國際語言嚟嘅喎。正所謂音樂無疆界啊嘛。但係每一個國家咧，佢個音樂都有佢唔同嘅特色嘅。係啊係啊，所以咧今晚啊特別有一個環節叫做異國情懷喎，特別挑選咗三個國家嘅音樂俾我哋聽噶。咁不如大家聽完呢三首歌之後，睇下估唔估到係邊三個國家咧？嗱，等我介紹一下邊首歌啦。咁第一首咧就係、是《假如我愛》，假如愛有天意。第二首歌就係《La Region de la Macaria》。第三首歌咧就係、是、哎呀媽媽，好，大家一齊細心欣賞啦。